好歹也是外国友人啊，我好歹也是文职方，这么多东西吧。你想这三个包，你看，三个看起来很普通啊，没有就对了吧？难道商务人没有钱的？好吧，接下来你来试试。这个把这个说。好的，谢谢。Hey, Joe. How are you? Yeah. As soon as possible. I'm double cheating you, mate. I shoot 8 girlfriends in a month. They just like us. Yes, don't worry. Things on you, girls on me. Bye bye. 是 made her choice. Yes, that's right. For something. No. 3,000. That's the cheapest one. I think she can make her own decision. Well, I think it's a bad decision and I will not pay for it. I think you are the bad decision. Okay, 走吧，坐吧。哎，不是，你们这么大个店，你们卖假包还骗外国人，你真的是丢不丢人啊？我真的是忍无可忍。Let me finish my words, OK? 从你们走进这个店开始，你男朋友就不尊重我的员工，好吧？我们这个店本来就服务重庆本地的客人的，有什么好讲英文的？那第二个，你知道他为什么一定要讲英文的人吗？你知道他跟我说什么？他说他买个最便宜的包给你，问我什么是最便宜的，那我只能拿出三个最便宜的给你。I don't have time for this. Bye. 你听我说，好吧？你知道为什么我这么生气吗？他刚打电话，你知道说什么？他说他一个月就换了八个女朋友。我觉得真的这个人他对我们，我觉得对你，但对女生没有一点点尊重，这样有意思吗？但是好歹也是外国友人啊，我们好歹也是礼仪之邦，有必要那么咄咄逼人吗？那这样，刚才你说你英文不好对吧？那你听过这么一句中文没有？叫做以德报怨，何以报德？你听过。那我帮你翻译一下吧。就如果你得不到人家尊重，你还一直当舔狗，你永远不会得到尊重，好吧？你要追就追吧，去吧。